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大难是什么？你怎能知道大难是什么？在那日，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，山峦将似疏松的彩绒。 至于善功的分量骄重者，将在满意的生活中；至于善功的分量骄轻者，他们的归宿是深坑。你怎能知道深坑里有什么？有烈火。